气势磅礴的配乐，搭上绚丽多变的投射灯光，打在沙雕上，让人看得入迷。2018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晚间盛大登场，亮点福隆星光启航夜间沙雕展正式开灯。 这回主沙雕的光雕投影高达10公尺，创意打造出一条通往航海冒险的大道，仿佛在夜间航行，穿越一座座沙雕岛屿。台湾算是首例，那原本平常看光雕只能在那种特殊节日，然后可能耶诞城才可以看到，可是现在暑假也可以在这边看到沙雕，觉得还蛮不错的体验。而这夜间沙雕展将从6月开始到7月中，长达45天的展期，每天晚上7点到9点开放参观。从傍晚5、6点之后。 一直到晚上9点，正是呢这个沙滩非常凉爽啊，非常视野非常好的时候，玩一天不够，我们就玩3天2夜，包括我们静态、动态行程，包括白天、夜晚都有活动。另外，沙雕展也和饭店业者配合，推出住宿优惠，要让游客来不止玩得开心，住得也开心。看准沙雕展人潮，大赚暑假观光财。记者朱丁荣，基隆报道。